兩位追咗。差不多吧，不过之前我是跳天台嘛，他是跳楼梯，难度不一样，但是我感觉以前我在跳天台就比较好像距离比较远，感觉会比较危险。他跳这不骑骑楼梯也是挺危险，因为很容易扭伤这个腿嘛，所以他有他的难度。他看要看的话呢，在跳天台会看起来会比较有，比较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嘛，因为比较广泛啊，比较全景啊，比较看起来比较紧张。以后仲会有机会试呢啲咁 extreme 嘅镜头。其实差不多拍每一个连续剧，我都会自己会付出一点吧，好像比如说拍僵尸的时候，也就是自己吊钢丝啊，跳来跳去，我感觉我自己会。如果在下个连续剧里面，也会希望自己有一个突破吧。因为我自己要从小我们拍武侠片的时候，都是自己亲自上钢丝啊怎么样，所以危险动作呢，现在当然是没有以前现在有点恐惧吧，可能有家庭，但是也会。会能继续拼下去。